孙仲基与孙慧乔两人的经纪公司七月五日同时宣布，两人将于十月的最后一天举行婚礼，细数孙慧乔二十年演艺历程，韩国演艺圈男神的半壁江山都跟他有过合作。孙慧乔的历任男友都是谁呢？2003年因为拍摄电视剧《All In》，孙慧乔、李秉宪相识，不久二人假戏真做，双双坠入爱河，这也是孙慧乔第一个公开承认的男友。不过两人在一年后分手，2004年孙慧乔与任合作《浪漫满屋》再次传出假戏真做，两人多次被曝约会，女方去美国游学时，男方刚好也在美国接受声乐训练，不过双方都没承认过恋情。2008年他和玄彬合作《他们生活的世界》相恋，两人因为在不少方面有共鸣，自然发展成恋人关系，直到玄彬当兵后，双方才共同发表分手声明。而他和刘亚仁也曾传出绯闻，刘亚仁公开说过不建议姐弟恋，多次承认孙慧乔是理想型，连客串《太阳的后裔》都为了他。不过他们仅是好友关系。2003年的那年冬天，《风在吹》是孙慧乔阔别荧屏四年之久的电视剧，孙慧乔搭档长腿欧巴赵寅成，剧中主演的服饰、化妆品等一度成了人们抢购的对象。